蹲下了外侧，外角球拨进场内，胡哲宇自己接到，先传本垒，再传一垒，一二三的 double play。那这样的状况是统一狮队最希望看到的，胡志伟展现了强心脏，度过了三局上半的掉分危机，让富邦狮留下了残垒，没有得分。